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。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，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嗡啊吽，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，二拜诸菩萨，嗡啊吽，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，三拜诸护法金刚，嗡啊吽，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，四平等于其手。护摩同修会圆满即将结束，我也有时差了，被影响了。网络直播，
我们现在恭请师尊为大家加持。网络直播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. Thank you for viewing.